像给他定做的一样，好看，好看吧？哎呀，你真行啊，你行，够意思啊，漂亮，人身材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那是，那得看是谁的媳妇儿啊。来转一下，让我们看看。转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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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，好看吧？漂亮。哎，真漂亮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有呢，压箱底儿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压箱底儿，赶紧上啊！好，再换一套。我告诉你，亮瞎你的眼，亮瞎你的眼，我知道。来，大幕拉开。来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店里居然还有这种样式啊！多漂亮啊！哎，中国人结婚就应该这样红红火火的。你说穿上这个像不像咱们吃完饭在广场上跳舞的那种感觉？多喜庆啊！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进来就看上这套了。那你想好了？就这套。玉姐，不高兴啊？没有。就是有点心慌。听哥什么时候回来？星期一。婚礼不是星期一吗？是。奶奶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哪儿买的呀？真好。这是徐天做的。哦，做的真好吃。嗯，嗯，好吃啊。您再吃吃那个。嗯。好吃，你吃点儿。我不吃，专门给您带的。您不是要吃小龙灌汤包吗？嗯、徐天，小丽，你找我？哎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到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在城管。啊，城管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一千，我都认亲戚了，不然2000块东西不能还给我们。那1000就1000吧，我跟刀队打电话啊。哟，你说的倒轻巧。白天撞车3000块就是我垫的，没了。继续。密码，我生日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赶快过来拿东西来，我马上下班关门了。哎，来了。那你说。哎，你怎么在城管啊？哦，我今天在路边做了2个菜，灶台被人收了。为什么？毕业实习。那刚才少成说的撞车呢？中午撞的。
上的人吧？没有。我中午给你打了两个电话，你都占线。我在医院呢。医院？啊，陪奶奶。电话监听，所以占线。哪个奶奶？监听谁啊？别人的奶奶。监听我。哎，徐天，徐天，要死了，会爆炸的。电话，赶快搬好东西吧。这不没爆炸，没爆炸，没爆炸，什么也没炸吧？爆炸！三舅，我给您取钱去了，您数数13248010。刚好，对，叫三舅。啊，我三舅。三舅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赶紧搬东西吧，三舅，来走。在哪呢？喂，徐天。喂。你没事吧？什么爆炸了？什么都没爆炸，我现在回学校了。喂，徐天。丽姐，没事啊，我们回学校了。搬呢？票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快搬吧。星期一的啊？后天的啊？上午别忘了。哎，什么爆炸了？啊啊，没什么爆炸。啊，不会忘的，后天见。挂了啊。哎，把手机给我，快挂了。给我。他们回学校了，明天毕业典礼。又忍不住打电话了吧？他们说星期一回来，多此一举。孙悟空跳得出如来佛手掌心，你放心睡觉吧啊，没事儿，我先上去了。小心点啊！啊。哎，儿子，走。三舅，回头来家吃饭啊。把那小的先拿下来，把大的放上去。OK。一二走，对，这够呛的。哎，